还是别等他复兴了，兄弟们，还是别扯犊子了，好吧？上分有几个阵容可以玩，第一，你可以玩这个森林猎；第二，你可以玩吴亦凡；第三，你可以玩狐狸；第四，你可以玩御剑仙。千万别玩福星啊！我真的就差一针上吧，上一把差一针直接锁血，直接起飞，那进一枪一个，太难了。拿一个塞拉斯，好想要个芬女儿，好想要个芬女儿，外加一个剑尖儿啊！大树下了吧，或者猴下了，上俩豆子吧，把这俩撇了，拿个芬女儿跟剑尖儿，还想要个亚索，哎呀，这怎么钱这么少呢？我不想要装备了，给点钱吧，行不行？真的烦，算了，拿着俩吧。哎呦，决斗剑尖，扇扇的蛋花开，我也就爬上来。我就不乐意玩那级，其他我都乐意玩，我就不乐意玩那级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拉个锁，秘术有吗？没有，上御剑仙吧，或者上这个。记得填一下支付宝跟姓名啊。我也想要个刀锋，有吗？为什么不打刀锋啊？我要播种恐惧。上个阿卡丽吧。有铲子没有？有铲子可以决斗劫呀。我觉得劫也得被削弱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他得被削。呀，有铲子，有铲子能拿着吗？
不会这个铲子我能拿吧？哎呀，哎，拿大腰带好，哎呀，没拿着，挺烦人的这。可挺烦人呐！决斗劫失败了，兄弟们，决斗劫已经不在我们的这个拿的范围了。再上个啥呢？再上个芬女儿吧。哇哦，月神塞拉斯，真好，真好呢！六块，七块，八块，赢了九块，卖维银十块，应该卖冰女儿，其实卖冰女儿好了。我想拿个弩弩，我把弩弩拿着吧。哎，我把弩弩拿着。小弩弩，上个厕所，兄弟们。我操，俩小法师不拿岂不是傻逼？拿了。春哥科技枪蓝 buff， 哎呦我操！我要知道这寒冰来这么快呀，啥也不说了，真的。陷阱不能陷阱，攻速来，大剑能用吧？哎，铲子，哎呀，西吧，给的这都什么玩意儿了？这都是啊，有铲不拿铲的，你说，简直了，简直是有点烦人了啊！这装备，哎呀呀，这装备呀！装备可不太好啊，这还不好，这不好啊，这要有个铲子就好了，有铲子我森林狼了，咳咳，凑合用了吧，那没办法，凑合了吧，那么那就只能凑合凑合了，那你这怎么整？一会儿拿攻速。然后小法师就不要了，一会儿拿攻速，拿完攻速我们拿一个全套的爱设就神装了，然后野怪爆攻速就可以了。
分局吧，分局好一点。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七、八、九，这边赢了可以把右边楼卖了，但这边输了就算了。给大剑给个牙属性。该换天选了，别急啊，别急，森林斗士天选、猎人天选有都是，不用这么着急。其实正常亚索可以下，不过我这。怎么说呢，我这个薛威有点弱了，这样薛威是有点弱了，不行，还是得这样上，这样太弱了，这弱的有点离谱。挺烦人呐，掉了我九滴血呀！哎呦，我全惨着！这可挺闹心呐，这要惨着还是要攻速全套呢？你说，哎，这可挺闹心呐，这挺闹心呐，这最好是你把这个选项给我剔除了。我要个铲子，我要铲子吧，我要铲子。扇扇的蛋花开，你已经爬上来，哦。我们森林禁夫有着落了，或者是森林狼。小法不卖已经删了，那还没到那种程度吧，大哥，还没到那种程度呢，不至于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他寒冰的装备好好啊，可是你这不是月神吗？可能是拿来打工的。我发现了一个极度严重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大树，发现没？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了，兄弟们。
给个拳套，给个攻速，拳套，攻速，好，没有一个能用的。骂了个巴子的，他们不会喜欢这个的。妖妖负责召唤，恶狼负责进攻。哇哦，二星的狐狸，真理之翼与我同在。这是要上当啊！我这一看呢，我操了。我这一看，我这是要上当啊！那咋那么多瑞文呢？瑞文怎么就这么的多？这瑞文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寒冰有没有？你妈的，全是那锤石！哎呦，完了，上当了。再不来牌，我要没了呀！不行了，我们想锁血，这现在就只能走狐狸了。转回狐狸。四飞英雄有点少啊，没来几个，全是瑞文、莫干辣、刀锋。差头猪，
这牙锁猛啊！不行，垂直往左边站点吧。人马不用升，人马升上去。这把运气差点，这狐狸不咋暴击，人马先不要了吧，一会儿有猪给他换了，升级找个狐狸，一只两只三四五六只还行，不算太多，可以接受，给个蓝水滴。你说去哪？差个蛇女儿。这么少呢，这玩意儿猪也没有，这装备怎么给呢？蛇也没有，猪也没有，来个蛇或者是猪，哎，猪可以。刚宗今天好像很饿，再给条蛇。这把我决定剑魔当谁。老头也打不过呀，这他妈的给个蛇，来个蛇，来个蛇，蛇，靠！风暴就要来临了。完了。还打个结。咳咳咳咳咳，哎，还行，可以接受。
有没有蛇女儿？这选个啥呀？选个日炎吧，烫一手。不是太贪了，我那寒冰他也递不出来，狐狸也递不出来，现这把就是绿纹，你知道吧？这把就绿纹多。但是他绿纹多，他又没有蛇女儿，贼接着烦，给个老头也行啊。今天好像很不累，我能接受老头。整个弩弩往这一蹲，也不知道干啥，滚吧，在上头租。这也干不过呀，这哎呀，给我送走了这四星啊，一滴血，哎呦啊，蛇，救命大蛇，聚聚兄弟们，聚聚啊，15-91，就这么地儿吧。哎，这波我有日炎啊，老母狙两个呢，把牙锁给他定住，嘣！拿下，好，第六了。哎呦这装备，哎呦这装备，哎呦这装备，没有一个能用的，操你哥了！给条蛇吧，啊，行行好吧，那蛇女儿都哪去了？你说？外面一共就六个蛇女，来呀，这回说呀，这回说七级就应该地呀，这回说八级地，七级地呀，蛇女呢，这就不是几级地的事儿，明白没？他就是没有蛇女，就是没有，能明白不能理解不能不能理解？凑合用吧，哎，他这绿门挺垃圾呀，这边把劲一杀，他这绿门挺弱呀，哇！哎呦我操！我又带走一个，哎，哎，这小子，蛇，玩个蛇皮，这边让我打他吧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，我打他可以接受。
完了，继续，我们没啊，那打不过。炸吴亦凡啊，还没暴击，还不炸吴亦凡？死了！哎，这把真有机会前四，他们都血都很少的，九九十二十五。那胡呢？炸吴亦凡没暴击，那这就注定是第五名了，注定啊！